选 A 还是选 B？ 哇，丹丹你光讲了，这大概一场啊！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大家请听题哦。第一题，请问斑马的皮肤是什么颜色 ？A 黑色 ，B 白色。这两个都是黑的，我要黑白的。A 是什么 ？A 是黑。A 是黑色。B 是白色。不是毛的颜色，是皮肤的颜色。皮肤的颜色。对对对，就是把毛去掉以后，它的皮肤是什么颜色？不会，我一个人吃肉。啊！等一下，你们都选 A 是吧？对。你们敢选 B 是吧？丹丹，你在这反复横跳什么？你决定好了没？决定好了吗，丹丹？你别动了，你一会儿站一会儿呢，就烦死了。不会发钱。好。正确答案是 A。 太刺激了。好，请听第二题，是道历史题哦。请问包拯和苏轼哪一个先出生？ A 是苏轼， B 是包拯，选 A 还是选 B？ 我小妹，你选什么？我给你走啊。不是，我选 A。 那走。你们想变？对，哎呀，我的天！啊！啊正确答案是 B。啊啊啊啊、你的水炸弹怎么不炸呀？别动，别动！好，下一道题，这个比较简单哦。请问中国票房最高的一部电影是 A 长津湖， B 战狼。战狼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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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自信。好，下一题请听题哦，是一道数学题哦。好，很简单，请问圆周率小数点的第十位数是？我最后变成第九位。选啥？选谁？选谁？选项 A 是五， B 是六。选 B， 小猫每次都是迷之自信。还真先后，选 B， 那就选 B， 那就是选你。选 B， 来，给你，你肉多了。居然想拿一个人孤零零的站着呢。你们确定选六？你选六啊？你干嘛？你到底反复横跳啥？正确答案是 A 五。我来。